各位早晨，今日有两位姊妹唔舒服啦，咁另外就同大家分享咗一啲嘅消息信息嘅，咁就喺圣经里面咧，就分为39卷，而大家喺从呢个版面里边咧见到咧，有唔同嘅书卷嘅一啲嘅分别嘅，因为旧约圣经嘅，咁总共有39、27卷，细节上面嘅内容上面咧，大家可以听翻我刚才 send 俾大家嗰、那个音讯嘅，咁大家可以听翻啦吓。或者留意就系话，有阵时我哋会讲阿创一章三节咁点创边度咧，就系话而家睇翻每个经卷嗰、那个即系圣经嘅经卷里边，嗰个譬如创世记隔篱嘅创就系一个简写嘅，咁大家可以明白到第时点样睇翻就可以噶啦。咁但系灵修系我哋好会好重好重要嘅一个亲近神嘅一个途径啦吓。雅各书咁提我哋，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原来神已经系准备咗我哋咧去随时亲近佢嘅，所以其实神喺度噶，而系问题我哋行开咗啫，唔去揾佢。咁所以我哋亲近神嘅时候，神就必亲近我哋。所以好似一个恋人嘅时候，女方就唔好睬个男方，男方等咗好耐。当女方走埋去嘅时候咧，好爱呢个女仔嗰个男仔咧，即刻扑埋去去亲近佢。所以其实呢个就系讲紧我哋每个人去亲近神嘅时候咧，神系立即会有回应我哋，因为好喜悦我哋亲近佢嘅。所以灵修系我哋同神之间关系嗰个历程嚟嘅。同埋所以越系灵修嘅时候咧，就能够去同神连上个关系。所以呢，当我哋博上咗同神嗰种关系嘅时候咧，灵修嘅时候咧，就系我哋同佢相交，去倾偈，同埋佢介入喺我哋嘅生命里边。因为透过神嘅话语，透过圣灵嘅感动，我哋生命会产生一种变化。佢介入里边，引导我哋，让我哋知道，知道咩有咩物有嘅罪，我需要去改嘅。或者我哋需要抉择嘅时候咧，圣经提醒我哋边条系正路。有啲我哋软弱咗好耐嘅，神会提我哋立志。咁更新改变我哋嘅生命，去明白真理，同埋同主更多嘅亲近亲密嘅时间，令到我哋爱神同埋爱人更加深咁去经历到神嗰份嘅祝福。但系咧，就系话，其实呢个就系我哋喺信仰里边一个重要嘅，就系我哋可以亲自同所信嘅神相交。以前咧就一啲嘅譬如天主教，我佢话要透过教会，先至能够可以同神相交嘅，即系话如果唔系冇经过教会咧，咁你搞唔掂噶啦，你唔可以同神倾偈嘅。但系喺基督教里边要提翻我哋每一个人信徒皆祭司系可以直接揾神去倾偈嘅，你能够经历到神，唔需要透过第三者。而家我哋所做嘅就系希望透过一啲嘅分享啦，我哋嘅经验咧，让大家揾到自己去亲近神。去同神相交的那个渠道那个方法，总是有一个方法去最适合你的。所以我们的灵修主目的是亲近神，同神相近相交。他灵修的主角是神，不是自己。有时我们会找神的恩典，譬如他的祝福啦，多过找神。但我们知道，记住我们最重要的 是寻找去找神，神的帮助，神的恩典临到在我们的身上。而灵修咧，就系头先所讲，我哋系一分揾出一个时间，固定嘅时间、地点，咁去亲近佢，去同佢相交嘅。我大致上有8部曲，咁大家按照住呢个程序上边咧，开始嘅时候咁样去试一试先。第一步咧就系话咧，其实系环境同埋材料。你可揾一个舒服嘅、安静嘅地方。特别圣经不灵修笔记。如果大家用手机的话都可以的，但是请大家 off 了删了那个电讯先。或者一些 WhatsApp 那些不要看，因为这些都会令到我们被引导去过去看他们，那令到我们不能够专心去跟神去相近的。但如果你用传统的用圣经当然没问题啦，用笔啦，灵修笔记簿啦，咁但系记低所有嘅你自己同神嗰种相处，或者沟通喺个灵修里边一啲嘅提醒啦，一啲嘅得着，可以包翻低，第时睇翻嘅时候咧，对我哋嚟讲有好大嘅帮助嘅。
安静祈祷啦，吓、啊、咁，所以你当我哋去安静去祷告嘅时候咧，就能够去好清楚，去能够系知道啊，究竟同我哋同神亲近嘅时候咧，我哋有需要好需要一个心，一个安静嘅心去亲近主嘅。所以我哋去祈祷嘅时候咧，因主啊，求你开启我嘅眼睛，让我睇出你律法中嘅奇妙。啊，呢、这个我可以用一个咁嘅比较。斯文的方式去祈祷，你都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感觉，你自己的情况，甚至话主啊，求你开我眼啦，我唔好明白你嘅说话系咩意思啊，你教我啦，甚至你直接讲耶稣，你教我，让我明白你自己嘅心意啦。你即按照你自己嘅谂法，然后我哋嘅对象系耶稣，我哋系亲近佢，要认识佢，所以求神开我哋眼睛，让我哋明白佢嘅心，佢嘅意念。跟住第三步咧，就系、是、其实我哋可以喺网上边咧去揾一啲嘅诗歌嘅，啊，就让我哋能够咧喺安静嘅时候咧，喺祷告之后，头先嘅祷告之后，能够系专注喺耶稣嘅身上。例如话啊，我之前同大家去睇呢首诗歌嘅，咁听呢首诗歌嘅，大家试下听咯。当你听诗歌嘅时候咧，你请你可以咧去默想个歌词啦，或者咧谂思考耶稣嘅名号啦，你可以求圣灵你更加明白呢首诗歌，带领你入神嘅。你是爱，你对我的爱从没改，没有因岁月改变，没有因我最生厌，我呼喊你名字。你笑脸向着我，你一次又一次。你是爱，你对我的爱从没改，就算今我有失信，但你的信实不变，我呼喊你名字。你笑脸向着我，你一次又一次。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是存在。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重要。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是人被珍惜的一个，让我知道你是爱。算今我有失信，但你的信实不变，我呼喊你名字，你笑脸向着我，你一次又一次。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是存在，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重要。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是人被珍惜的一个，让我知道你是爱。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是主。在，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
所以大家咧听完之后咧，可能个心情咧，比较安静到落嚟嘅，比较知道自己嘅状态系咪专注喺耶稣身上啊。咁所以大家如果觉得系仍然未得嘅，可以咧可以透过去再唱多一次啦，或者作品其他嘅诗歌你啱适合自己嘅，咁可以再去睇去听，或者睇圣经睇多少少，可以帮助自己一专注喺耶稣嘅身上。啊，或者你会问点样揾诗歌啊？其实大家只要喺 YouTube 上边咧去打诗歌或者基督教诗歌，咁好多嘅诗歌咧会出现嘅。咁你可以一路都睇下边你感觉上边一首中意嘅，或者觉得你今日想听呢首嘅，咁咪听咯。个重点系在于点能够帮助自己安静落嚟，专注喺耶稣身上嘅。跟住啦。嗱，咁读圣经啦，就系话，我哋安静咗，睇完唱完诗歌啦，我哋读圣经，因为圣经系神嘅话语，我哋必须要按照圣经里边嘅教导去明白真理，同埋让真理嘅话语去影响我哋嘅生命，所以我哋必须要睇圣经嘅。啊，咁我会建议大家咧，就读嘅时候咧，可以用口读，读出声嘅，因为口读咧，我哋能够帮助我哋更加专注。眼读有时就我哋以前咧就咁去睇嘅时候，你可能个状态未稳嘅时候，眼可能立过就唔系好掌握到个意思。但系当佢口读完之后咧，我哋应该可以比较能够专注到嘅。但如果佢仲系未专注到嘅，去读再读多次，跟住眼读，跟住心读，心系用心专注去用，希望去用心明白去体会呢段经文啊。所以上段经文里边咧，可以睇三次嘅。一次过读三次，但系咧就大家可以按照寄俾大家个决志手册嗰份嘅材料，大家可以跟住去做嘅。咁当你去睇经文嘅时候咧，某段经文可能对你某啲文字某段经文嘅某段嘅经文对你特别感觉嘅，你可以画底线啦，喺上边画上底线，或者系令到自己咧可以明记得今日曾经系呢段经文系有对自己有一啲嘅影响嘅。譬如话我而家试下呢、这个。今日喺我哋嘅决志手册嘅第一个祈祷个灵修咧，就系话有三约福音3:16-18，大家可以试下去口读咯，去读之后咧，然后再感觉一下究竟系点样去进入去个眼读、心读。而家试下口读一次，大家可以跟住我读嘅。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一儿子赐给他们。要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已经被定罪了，因为他不信神独一儿子。大家睇完之后咧，就可以跟住做眼读咯噃。大家可以咁样去读，去读一次。跟住咧就系心读啦，即用个心去专注喺经文身上。呢个心读呢度咧，我只改咗少少嘢嘅，就将他就赐咗俾我世人，就赐咗俾我。大家要开始写跟住文字，用个心去感觉你经文，慢慢慢慢咁去做，用个心去感受你经文。大家读
三次之后咧，我唔知大家有咩感觉啊。咁所以大家而家去专注喺呢个经文上边，去攞出嗰本手册，啊就系话，佢有少少嘅解释嘅，又话信他嘅就系已经相信咗耶稣基督，跟住交托俾佢嘅人。啊，咁你系点信咗耶稣交托俾主咧？灭亡其实系讲紧犯罪而死嘅刑罚。呢个灭亡唔系指丧失知觉或者停止知觉嘅活动，系有痛苦一直永远。呢个系我之前就同大家讲，因为罪嘅公价乃是死。耶稣嚟唔系定我哋嘅罪嘅时候，我哋能够因佢嘅名得救嘛？咁所以我哋唔需要受咗你永远嘅死亡嘅恐吓啦。永生就系当我哋信主重生嗰刻，就有一个永远嘅生命，而神嘅能力。神自己已经进入我哋生命里边，所以我嘅永生咧系由我哋信主嗰刻已经开始咗噶啦。咁跟住咧就系、是、啊，如果你能够可以啊经文上边已经对你有啲嘅感觉啊，有啲你突然间感，所以感觉就系、是、你里边有啲特别嘅感受咧，好想你对经某个字啊某一段嘅经文有特别感觉，希望就了解多少少嘅，或者对自己有种感受上嘅影响嘅，咁你可以咁样写翻落嚟咯。啊，咁根据，提过你冇嘅时候咧，可以睇翻跟翻个经文默想咁样，试想点解神要将佢嘅儿子，佢嘅独生儿子赐俾我哋咧？喺第十七节嗰度，你可以自己去睇下咯。灭亡同永生两个状况系点样嘅咧？要点样先得到永生嘅应许咧？嗱，呢个可以大家可以按照到呢个情况，可以你可以尝试话，唔系话答问题，你话。喺你做经文里边，感觉到以呢啲经文对我有影响啊，俾我有提醒啊，又知道啊，原来我已经系唔再被定罪噶啦，我已经喺神嘅恩典里边咧，我已经系得到自由噶啦。啊，咁大家可以按照咁样去从经文里边，将自己感觉慢慢去喺下边喺灵修日志嗰边写翻出嚟。啊，写咗出嚟嘅好处就系让我哋能够喺日后咧，第时睇翻嘅时候咧，我睇翻啊，原来当年今日。我哋曾经有咁嘅感觉，有啲咁嘅灵修嘅得着，对于我哋嘅灵命帮助咧，都有一定嘅帮助嘅。啊，咁所以头先听完之后，讲完之后，咪聆听神嘅声音咯，就焦点喺圣灵里边。啊，主啊，你啊，新约圣灵，我刚才有啲经文，你已经提醒我，我仲有啲咩需要去学习嘅咧？就你继续去向我启示啊，话俾我听。所以大家你可以继续喺神面前有啲安静等候嘅时间。好心急，唔好咁快喎。睇完经文，哦，讲完啦就走啦。咁可以交代咗我哋有冇灵修，但系对我嚟讲得着冇帮助嘅。所以睇完之后，我哋能够安静，再等候，再思想神嘅话语咧，或默想咧，我哋就对我嚟讲有帮助，有提醒。所以跟可以问圣灵，你今日赐呢段话语俾我嘅种子，种子即系话神嘅话语好似粒种子喺我哋嘅心里边，我哋心系一个心田。撒咗落去嘅时候，我哋听咗去实践嘅时候咧，我呢个系好种子，我哋都好泥土，能够咧成长发芽。但如果我哋俾好多嘢影响住嘅时候咧，我哋就冇心机噶啦。咁所以大家可以自己留意下。咁所以喺呢边去不断咁去求问圣灵，对自己有咩帮助咧？我需要学到啲乜嘢，改啲乜嘢咧？对我自己咩有咩安慰咧？所以你写翻低你自己嗰个领受同埋应用咯。跟住啦，你要谂下。咁啊，点样实践咧？嗱，记住，我哋听完、睇完冇实践嘅话咧，呢个系假嘅，呢个信心、呢个信仰系假嘅。当我哋实践出嚟嘅时候，我哋经历到呢个神咧，唔系几咁真实嘅。所以当你写低咗，跟住实践啦，咁实践出嚟嘅时候咧，就相信有好大嘅改变，对我哋生命上面咧，好大嘅祝福，好大帮助嘅。咁祷告啦，求神继续用佢嘅话语俾指引我哋，加添力量俾我哋去实践。而第八点咧就系、是。喺呢个礼拜，或者你将你自己嘅每日嘅所学到嘅从灵修里边得着嘅，去喺生活里边实践出嚟咧，咁我哋多啲去分享。咁所以当我哋咁样去做嘅时候咧，我相信我哋能够有好大嘅得着同帮助。所以喺我哋下个礼拜咧，都会继续去同大家去分享翻圣经灵修讲咗啦，跟住我哋究竟点去祷告咧？其实祷告与灵修摆埋一齐嘅时候咧，其实好多好密切嘅关系嘅。都鼓励你，鼓励我，我哋一齐学习将神嘅话语去实践出嚟。